田橙，上嚟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第八场一班千四米嘅落星杯，准备。啊！跳出嚟嘅时候咧，加罗稍微慢啲，红衫嗰只啊，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中档位置有旺财啦，出边礼尚往来啦，再数外边仲有顺利得胜嘅，中间新希望红帽仔咧就到黄衫嗰只大约中间嘅位置噶，再喺出边咧仲有就系呢只甜橙噶，内栏卡通菲菲啦，大约第七位度咧仲有高风格啊，再后边咧大摩三只平排咁滞咯，内栏浅蓝三超黄英，中间加罗，外边咧就系呢只甜酱噶，再后边嘅马有呢个传奇快车齐欢笑啊，咁啊后边嗰一对咧先见到沙贝利同埋潮。湖东精英都几立落下咁啊！开始转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啦，前面咧就系呢个顺利得胜带啦，甜橙就响呢个第二位噶，分列三四位有旺彩同埋呢只就礼尚往来噶，再后边嘅马啦，仲有卡通菲菲高风格噶，咁啊再后一浸嘅马咧，先嗰啲超黄英啦、加罗啦，出边就新希望生位嚟噶啦，再后边有甜酱啊、齐欢笑响尾四啊，后边三只沙贝利、潮东精英啊、传奇快车、内栏包尾噶。入正最後直路咧，前面順利得勝啊，佔先啊！甜酒咧、甜橙咧就開始上嚟過去咁滯噶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呢個禮尚往來啊，外邊甜將啊，一比內已經上緊嚟，咁啊新希望騎內麻麻地喎，再出邊拍寶齊歡笑亦都追緊，最後二百米啦，見到甜將就鬥緊呢只，外邊就係呢個齊歡笑，埋邊位置咧仲有禮尚往來同埋呢只甜橙啊，最後一百米齊歡笑鬥緊呢只甜將，終點一步啦，白德文勁啲啊，就係呢只甜將贏啊，第二名咧就係齊歡笑啊，第三。近啦，有呢只咧就系甜橙啦、加罗啦，同埋礼尚往来。睇个势拍宝过紧呢只咧就系甜酱噶啦，但系终点嗰步咧最后五十都系白德文赢甜酱。哇！你睇佢啲左手边几精彩啊，白德文，啪啦啪啦啪啦打落去呢只甜酱，最后阶段力压呢只齐欢笑。三点七倍 win 啊！甜橙咧少强弩之末啦，喺呢啲赛事度等喺前面走咗。第三咧就系、是。甜呢只甜橙，第四就礼尚往来。二搭五嗰范嘅 Q 就有29倍嘅，相当好分啦。所以阿摩都系有 A 有 B 稳阵啲。